Hey. 他看着窗外的风景，四月的天空很干净，桌上的蚊子太拥挤，想出去走走去散心，在胡思乱想在憧憬，他发呆总特别的专心，给未来的他写一封信。 Hey 空 Can you hear me? Hey 空，我坐在最